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要看到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枝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胡独玄聘众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两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继承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事空虚要稳准的根。面黑暗神的灵如运行，没有在水面上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说要有可见就有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证。法眼藏光涅槃妙的心，把时光无相分开了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神称光二位咒，在灵山为末远有求，晚上灵山只存在乳头一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为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坐另坐，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缚于汝，汝当护持。吾登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住僧伽梨比丘三一之一，华义为众聚十一，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做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古度士，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
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织物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已。若是子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页。